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下喺科技大學入邊咧，就有一個好隱蔽嘅小地方，咁就係呢個教學大樓 C 座。咁喺邊度咧？咁其實咧就係呢度對面咧，就係大潭山一號。是在科技大學的後面啊，我相信呢，如果在澳門居住啊，或者在氹仔居住的朋友呢，都未必知道這裡呢就有一些士多啊，還有有些咖啡室。如果在氹仔做事的朋友呢，將來呢就可以多個地方走走咯。OK， 咁我哋而家行入去啦。咁話咁快咧，我哋入咗嚟啦。咁咧呢度咧就有一間都幾多嘢食嘅 Seven 啦。咁啊～門口咧，佢就有啲水果，跟住咧埋邊咧有啲包啊，好多嘢食。咁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咧？其實每一間 Seven 啦賣嘅嘢都係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呢度咧又有一間好似電腦零件嘅一間便利店啦。咁再嚟呢邊咧，噔噔噔噔。是有一間很迷你的 Starbucks 星巴克咖啡，如果大家在附近做事啊，或者是突然間很想喝咖啡，都可以來這裡走走。